今日请坐。啊，各位，咱搁来开始哈，搁四十分钟就使食饭啊哈。啊，拄拄啊上课以前呢，我听到这个咧放这个原住民哈，啊是歌山族的歌哈，哇，我感觉真好听哈。咱这个歌山族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歌声，因的歌是非常好听哈。啊，所以。咱拢无去珍惜这个宝贵的这个艺术哈，啊，咱对政治那时候讲哇，政治遐要紧哦，啊，选举大家安尼热泼泼哈，啊，其实文化艺术哈啊真要紧啦哈，啊，今仔日呢，我是讲要让各位了解哈，啊，台湾。但1920年代到即马吼，啊，将近要100年啊吼，啊，台湾无啥物改变吼。虽然遮尼长个时间，遮尼济台湾个知识分子安尼努力拍拼吼，啊，掠伊关个，掠伊杀个吼，啊，到即马呢，台湾个地位呢，啊，佫无啥物改变吼。啊、所以我这个题目就是讲1920年代以来啊，台湾人是咧创啥哈？有当人有真打拼哈，啊，但是有当时啊打拼哈，迄、那个打拼了唔对哈，啊，冇关系啦哈。啊，1920年代唔是讲诶、欸，啊，咱1895年。日本开始登陆台湾，开始吼，啊，台湾人有啦，有抵抗啦吼，啊，抵抗的较侪吼，啊，就是这个原住民吼，原住民这个抵抗吼，啊，唔是讲1920年代开始，这个1920年以前拢无，有1920年之前的这个抵抗呢？是武装抵抗哈，台湾人用武力要抵抗日本的这个正规军哦、正规军哦，啊，你无法度啊，你用德国到蔡哥、蔡德边啊抵抗这日本的军队，所以拢失败啊哈，啊，所以咱知影这个魏德胜哈，这个真有名啊，这导演哈，啊，赛德克巴莱这出电影哈。我看一下吼，心情真无好吼。安尼为着抵抗日本吼，啊，贵族安尼吼，贵族拢牺牲吼，啊，查甫的战死吼，啊，查某的爱上吊安尼吼，所以真悲惨啦吼。啊，所以因为经过这个事件吼，但1920年开始呢，台湾人呢开始这个。社会运动，吼、哦，经过这个社会运动来改变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1920年呢，伫日本东京，吼、哦，成立一个新民会，啊，即等于60年代、70年代，吼、哦，伫美国的台湾同盟会，吼、哦，日本同盟会讲意思，吼、哦，啊，1921年。哦，咱知影有一个台湾文化协会，啊，文化协会呢，啊，这领导者呢是蒋渭水哈，宜兰人，宜兰一个医生哈、哦，啊，1922年有一个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哈、哦，啊，领导者就是林献堂先生哈、哦，啊，台湾议会基层哈、哦，这是林毅啦哈、哦，所以。讲了哈，较袂遐顺哈。啊，林献堂先生哈、啊、是台中武峰的这个大家族哈、啊，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哈、啊，就是台中哈、啊、武峰林家哈、啊，啊台北家人就是严家哈、啊，啊北部这个这板桥林家哈、啊，啊高雄有一个陈家。哦，这五大家族吼、哦，
啊，结果这五大家族对台湾出钱出来上济，林献堂先生哈，啊，以这个台湾文化协会第一届、第二届开会，都、就是伫台中五峰林家的厝内底开的哈。啊，伊林家的这个厝吼，哦，非常大哈。啊，前摆这个大地震哈，1999年的地震，92年的地震有倒哈，啊，尾啊有个修复，啊，即摆可能有开放啊哈，然后机会会使去参观哈。啊，1926年哦，台湾农民组合哈啊成立，啊，这个领导者哈，江杰甲赵刚哈。啊，江杰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哈，啊，老师伊了不爱做四条哈，啊，领导这个屏东农民的这个运动，啊，伊当时农民呢拢种甘蔗哦，啊，甘蔗和花虾蔗糖哈，啊，这所以台湾足济蔗糖花虾，啊，蔗糖了外销哈，啊，因为农民辛苦种甘蔗吼，啊，花虾咧放的时阵哦，甲你偷斤减两吼，啊，所以因为这个代志吼，啊，所以组织农民运动吼，啊，伊当时利用一句话，就是讲第一讲哦，种甘蔗，花虾放安尼吼。啊，1927年呢，啊，台湾文化协会呢分裂吼，啊，分裂迄当时迄个年代呢有。右派、左派的这个分辨哈，啊，分了了后呢，啊，成立一个台湾民众党哈，啊，这是台湾人第一个政党哈，啊，并不是民进党是第一个，是台湾民众党哈，啊，1928年台湾共产党哈，在上海成立哈，啊，1930年有一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哈，啊，成立。啊，领导者呢，林献堂先生蔡培慧先生哈、哦。啊，以上呢，这社会运动都、就是要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哈、哦，因为台湾在日本的这个统治之下哈、哦，啊，迄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，啊，台湾人是日本籍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下运动哈。哦是要提升台湾人的这个权益哈，啊，唔是要要求啊建国法的哈，啊，在这运动中哦，真侪人牺牲哈，啊，这真侪真有名哈，啊，这个咱的先辈哈，比如讲这个偌好医生啊，彰化人哈，彰化这个医生。啊！伊做医生呢，啊，一方面写小说，吼、哦，啊，小说写了真好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卖呢，台湾文学呢，将偌好医生呢，甲尊称作台湾文学之父，吼、哦。啊，伊真有贴心啦，吼、哦。人古早迄个年代，吼、哦，经济无足好，吼、哦，啊，除非讲破病真严重啊，还去找医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无严重就无要紧，安尼蒙拖呢吼。啊，所以严重去找医生，我啊，你医生费用拿袂起啊，拢欠少吼。啊，所以有一天李高梅哦，偌好医生呢，有一沓这小单吼，我看看来讲，哇，一沓小单那收收嘞吼。啊，今年可能真好过年吼。啊，所以迄暝呢，我还上几暝。啊，当要去收，唔去收安尼吼，所以隔天光吼，将这小单啊给烧掉吼，无去收安尼吼。伊想讲，啊，当我一个好过年，啊，七个人歹过年吼，啊，所以无去收吼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吼，偌好医生呢，真早就过身，50多岁安尼啊吼。啊，所以过身的时阵出众哇，彰化市的人呢。哦，拢徛出来吼，拢伫路人甲送安尼吼，所以真受到尊重啦吼。啊，1934年吼，会使讲30年代台湾艺术文化
诶，即个黄金时期啦，吼。啊，伫三四年成立一个大雄殿，吼。因为伫迄个年代，艺术家若要出名呢，爱参加地殿，吼。啊，地殿就是讲爱将因的作品啊送去日本东京，受到日本评审委员的这个啊批判审判啊了呢，才出名呢吼。啊，所以因这人认为讲，啊，台湾人的作品，咱就伫台湾家己来审就好吼。啊，这就是台湾人一个主体意识的一个表现吼。啊，即个艺术家呢，前辈艺术家呢。哇，非常有名吼、哦！啊，各位啊，记好吼、哦。廖介春、李兆昭吼，啊，颜水龙、李梅秋、杨三郎、陈定波吼、哦，啊，佫真济啦吼、哦。我写几个尔，即个人的艺术成就吼、哦，第一个年代吼、哦，到今嘛，因的作品呢，伫国际即个拍卖场啊，伫拍卖吼，唔是讲几千万的呢。啊，上亿个呢！哦，所以不得了吼，因、哦、这个艺术成就吼、哦，真高吼、哦。啊，陈定波是嘉义人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二二八的时阵呢，啊，叫枪杀去吼、哦，所以真早就牺牲去啊吼。啊，多多提起吼，1941年啊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啊，日本去轰炸珍珠港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，美国向日本宣战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迄个年代呢，即台湾人呢，拢大部分拢去日本留学，像即马相共吼，啊，即马真侪拢去美国留学，去英国留学，迄、那个年代拢去日本留学，吼、哦，啊，留学了呢，因无转来台湾，伊怎啊转到中国的华北去，因为。日本的华北呢，中国华北成立一个满清政府，既然是一个政府呢，需要足济人才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人去啊，诶，机会较济哈、哦，大概有四五千个台湾人去到迄个所在哈，啊，大部分拢医生较济啦哈、哦，但是去到中国呢，伊唔敢讲伊是台湾人哈、哦，啊，彼此之间拢用白字哈。哦来做暗号，讲伊是台湾来的安尼吼，啊，即个较无法度去日本读册，即个啊台湾少年那边啦，因为战争开始啊，都定调哇，做兵啦，做军夫啦，啊去南洋作战吼，啊所以送去南洋啊，20000几个人，结果回来吼，剩无几个人吼，啊伫。大部分拢牺牲吼，啊，伫南洋战死吼，足济吼，啊，一个战争结束了吼，经过足济年啊，一个原住民，伊毋知战争结束啊吼，啊，搁伫树篮内底继续作战吼，啊，尾啊呢，较知影，真啊，无简单哦！你讲秘伫树篮内底有遐济年，还佫会挖吼，还佫挖着咱南苗转来个台湾，哎，无简单吼，真牛吼！就是一个原住民吼，啊，转来无偌久，听讲无偌久就过身啦吼。啊，1945吼，啊，咱知影啊，日本台湾战败吼。啊，咱的读过来拢讲日本战败，啊，台湾战赢哦，咱就振兴之安尼吼，哦，拢讲台湾战赢吼，啊，其实咱拢去用黑白骗安尼吼，因为有一挂少年囡仔个愚昧吼，如果哇，这个太平洋战争吼，啊，引导台湾引导吼，哦，日本轰炸伊个轰炸呢吼，我、哦、你是讲对啊唔对？哦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日本正义轰炸日本的领土，哦，所以对历史都无了解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个祖国派呢，哇，真了，就讲啊，咧倒来接受台湾非常好，安尼吼，真欢喜哦，啊，结果呢，伫1947年，哇，开始杀人啊，即个
要去中国的吼，啊，回来台湾真侪拢去清杀吼，啊，估计呢差不多20,000的人清杀去吼，啊，有的人讲唔灵啦，可能较侪啦吼，啊，实际的数字唔知影啦吼，到底是偌侪安尼？啊，即个清杀无死的人啊，变啦，啊，走啊，走路啊，无走路你就危险嘛吼，啊，像这个。假说吼，杨克宏吼，即台湾共产党诶来走啊！即共产党即一定会掠啊，掠一定是枪杀啦！啊，伊要安怎走吼？假说龙一个台湾真传奇诶一个女性吼，虽然是共产党诶吼，伊是一个庸女吼，啊，迄个年代庸女啊，无可能互你读册啊吼，啊，所以靠家己诶努力拍拼吼，啊，最后呢？去到莫斯科大学读册哈，啊，领导台湾共产党哈，啊，台湾国民党灭了，伊来走，啊，要安怎走？我以想讲，上危险的所在哈，就是上安全啦，啊，所以就走去高雄的左营，啊，伊当时高雄左营就是国民党海军里啊，哈，啊，就去坐迄个国民党的军舰哈，坐去到中国哈，啊，了。就是逃走去中国哈，啊，到尾嘛走唔到哈，去到中国受到美国共产党的这个批斗哈，尾啊嘛死个真悲惨哈，就是台湾人去到中国，伊嘛无认为你是中国人啦哈，啊，这个廖凤仪哈，云林人哈，云林廖家这大家族，这。廖家这个嘛了不起哈，这大家族内底哈，出力的博士呢，廖凤仪本身是美国的博士哈，啊，这个国民党要给掠伊走哈，迄当时二二八了后走去香港，香港走去东京，啊，伫东京成立临时政府，台湾临时政府要对抗国民党呢。啊，国民党要掠啊！啊，人伫日本，你是要哪掠？啊，国民党要求部足济吼，啊，我掠你袂着，啊，我掠你兄弟啊，我掠你兄嫂啊，啊，掠你弟仔啊，吼，啊，掠个大家族财产足济啊，土地足济，啊，我甲你全没收，吼，啊，你要倒来无？啊，各位啊，你若是掠文爷，你是要哪考虑？天人交战呢？我是要救这亲情，还是要继续为台湾临时政府打拼？哦，结果伊无多想想咧，嘛是倒来咧，吼、哦。倒来了后，伊这兄弟呢，死刑变无期，无期，吼、哦，判几年啊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最后乖乖的放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财产分伊一部分，啊，廖凤仪派去石门水库做库长安尼，吼、哦。去管石门水库，这朴树呢，结果伊转来真郁卒啦吼，因为真侪人认为讲阿里导航转来吼，伊无了解讲会受到遐尼大个危险吼，转来吼，所以到尾嘛郁卒吼，啊过身啊嘞吼，啊这个苏炳先生大家拢知影吼，我叫我以上90几岁啊吼，啊含我真好啦吼。啊，真无简单，即马到几月赶啊起咧，嘛是还搁咧行街头，真无简单吼。啊，伊迄当时二二八了后，伊嘛笑话讲要起蒋咧吼，要抬蒋蒋介石咧吼。啊，结果呢，国民党要开掠，哇，伊嘛爱走。啊，所以台湾人大家真好走呢吼。啊，伊是要哪走？伊当时呢，台湾出产金蕉吼，啊，金蕉呢？落来运去甲吉兰港，啊吉兰港上船，啊伊当时个金蕉呢，拢装伫竹篮啊吼，竹篮啊安尼，一篮一篮吼，毋是起重机安尼啊吊起，毋是，啊用人工用野诶吼，啊伊当时个市民吼，人少年用吼，啊着托马提安尼吼，啊着规篮金蕉海诶着爬去船顶啊吼，人是讲这是空港啊吼。哎，被船顶了怎避嘞？哈，无爱出来哈。啊，船船开去啊东京吼，伊就跳船啊。结果去啊东京呢，哇，去拄着日本警察，
就本警察给抓起来，说你这跳船哦，不行，要给遣送回来台湾啊。哇，这下回来台湾稳死的咧吼。啊，拄拄要给遣送的时阵呢，国民党呢发一个公文，叫日本政府，讲苏明这个人呢要给通缉吼。啊，拄拄啊，伊向日本政府申请政治庇护。啊，想讲，哎，啊，这路政府啊，受到国民党的迫害，所以伊允准伊政治庇护，啊，这国民党救着苏明吼，互伊留伫日本安尼吼。啊，1949年吼，拄拄啊有讲吼，啊，蒋介石啊逃亡来台湾，还是流亡来台湾，所以蒋介石甲伊集团呢，有两层的性格。在1945年，伊是占领台湾；1949年呢，伊是流亡台湾。吼、哦，伊两种性格吼、哦。啊，1949年流亡来台湾的时阵，蒋介石是在野，伊唔是总统，伊是在野吼、哦，已经无总统的身份啦。代理总统是李宗仁吼、哦。啊，1949年。叫共产党打败吼，李宗仁走来美国去啊，啊，蒋介石走来台湾啦，啊，走来台湾，伊是一个平民啊，啊，但是过一冬，1950年，伊讲我要回来做总统啊吼，啊，历史吼，佮写佮水，讲复兴四世，吼，啊，讲啊真水啊，你老百姓要做总统，我啊，你话要做就要做啊吼，啊，到1950年，伊就。真正做总统啊，哈！啊，总统做了，开始抬啊，台湾人、中国人拢抬哈，啊，抬无死的都爱走啊，哈！啊，所以，嘿，因为迄当时拄啊冷战，啊，冷战的时阵，共产党美国嘛惊共产党啊，要围堵共产党。爱来利用国民党来围堵共产党啊，所以美国嘛救着这个国民党哈啊，这个汉奸嘛就救着国民党啊，所以哈、啊，这个国民党有名就是安尼的哈啊，1952年哈啊，就是旧金山合约哈、啊、，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哈、啊、签字生效哈。啊1952年，哎，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合约呢，不是干那一个，不是两个国家呢，伊牵涉到差不多50个国家，啊，所以这个条文呢，伊这个条文的过程中吼，你若去看迄个册，伊条文一条一条要哪写吼，拢有经过设计，吼，拢有足详细的设计，啊，所以经过遐久安尼吼，1950、1960年代，吼。真侪台湾人和1930年代相像，1930年代走日本，1950年代、1960年代走美国，走日本，啊，所以伫美国开始成立台湾独立运动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个人呢，即马有个还佫伫咧，吼、哦，啊，1957年呢，哇，开始算久啊，吼、哦，1964年有一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，吼、哦。啊，就是潘明明先生，啊，伊两个学生，吼、哦，啊，迄个1960年代，啊，咱拢爱记是反攻大陆的年代啊，直直到那反攻大陆去啊，啊，你人民自救宣言，你话讲反攻无望啦，吼、哦，你袂当反攻啦，吼、哦，哇，啊，这太头多啊，啊，所以这人拢掠起来，因两个学生判10几年的徒刑啊，啊，偏到时候。啊，佫唔敢甲判吼，甲软禁。啊，软禁伫因兜，哇，经过3-4年吼，伊感觉讲伊性命吼会受到危险，伊爱走。吼、哦、啊，即头人吼，大家拢足够的吼，话走咧，下斗我都走吼。伊是24小时吼，有人咧个监视哦。啊，伊要安怎走呢？伊就上一步，伊即马当日徛伫伊客厅个窗仔口吼。徛伫遐，互监视的人看吼，哎，伊都伫遐无走啊吼，伊开始流喙手，开始流头毛，
哇，经过几啊个月安尼吼，被火烧的咧吼。啊，有一天，一个美国的宣教师叫做 Thornberry 吼，伊也火烧咧，吼，爱到暗时那个拜访吼，啊，拜访了呢，一个火烧的就转去啊吼。结果转去这个火烧的是潘明明先生吼，啊这个。啊！美国这宣教师，这个福州的，我留伫因家吼。啊，隔天讲呢，伊阁徛伫个客厅窗仔口安尼。啊，这个监视员看我啊，这个福州的了徛伫遐吼，无走安尼。结果人已经走到水电斯达克嘛吼。啊，伊报告照写吼，啊，伊还阁伫因家吼，伫遐咧创啥呢吼？所以话真无简单吼。啊，七零年代吼，七零年代有一个世界啊，台湾独立联盟吼，啊，即个领导者呢，即卖呢拢倒来伫台湾吼，啊，蔡同英咱拢知影吼，诶，民视诶吼，民视即卖地下董事长，蔡同英、张灿龙做过台南市长吼，啊，罗文良即个人伫台中，陈良伫台北吼，啊，即个我吼即卖徛伫遮。哦，啊，拄则讲啊，七零年代啊，平民生在岛屿水电吼，啊，七零年代有一个市长，就是吴文良先生吼，甲我吼，啊，吴文良先生即马转来吼，即马到伫新店吼，啊，七零年呢，蒋介石甲伊个代表互驱出联合国，啊，这点咱读个爱清楚吼。并不是中华民国驱逐联合国，吼、哦，伊拢甲咱教讲中华民国驱逐联合国，唔对，伊个国语文写啊非常清楚，吼、哦，是蒋介石甲伊个代表，伊个 representative 赶出联合国，因为因蒋介石无可能代表中国啊，所以赶出联合国，联合国个席位犹原是中华民国。但是伊个名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名改过尔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马伫台湾，啊，佫有人话讲要等于联合国吼、哦，有联合国协进会吼，即、哦這个罗英根牧师吼，嘿、哦，啊嘛读个啊佫无清楚，啊佫咧话吼，啊讲要等于，啊台湾呢唔是国家哦，因为联合国伊个会员国。一定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吼，啊，台湾不是国家，你无可能啊，等于联合国吼。啊，七五年蒋介石死亡，哦，啊，七七年有一个长老教会灵官宣言，啊，这个七八年蒋经国继续独裁统治台湾吼。啊，七九年哇，真侪大事发生，咱知影高雄事件。啊，这个美国甲中华民国断交，啊，佮台湾关系法吼，啊，这拄拄啊有讲过吼，啊，台湾关系法内底，将台湾呢，中华民国个叫做台湾地理当局吼 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，啊，所以真清楚呢，台湾啊是中华民国，唔是一个国家吼。啊啊，八六年哇，民进党突破党禁，成立民进党哈。啊，了后呢，戒严哈。啊，了后戒严了，即马就安全啦，大家拢变做选举啊哈。因为选举有好处咧哈。哎。嘿。唔知咧，即有真侪讲法，有人讲是蒋经国应准啦吼，啊，即嘛是咧猜测啊，因为人死啊，你又唔知伊讲安怎咧，吼、哦，不过即无讲足重要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改严了，大家变做选举啊吼，因为选举赢输吼，拢好康的吼、哦，因为你输一票三十块，诶，算算嘛袂少钱呢，吼、哦。啊！1990年，哇！这海外这大毒分子啊，
啊，拢拼登个台湾吼，所以突破黑名单吼。啊，结果我嘛是1991年吼，突破黑名单拼登来吼，拼登来。我有一条故事，即摆可能无时间啦吼。我是1991年，我迄当时伫走去Stockholm吼。Stockholm，我摕瑞典的护照，走去东京签证，签证摕到，啊，飞转来桃园东京，到过关的时阵，甲冻掉咧。讲袂使你入来，讲是安尼袂使入。我即本护照真的呢，啊，签证嘛真的，你转互我呢？伊讲无啦，歹势啦吼，我行政疏忽啦吼，袂做唔到吼，无要我入来。吼，伫遐吐差不多4-5点钟吼，到尾啊，5-6个少年仔活来吼，吼，甲扛起来吼，甲佫扛倒去飞机，佫甲送倒去东京吼。所以30年后，踏来台湾的土地，无法度倒来吼。吼，我迄阵足受气的啦吼。我安尼好，我用家己的办法倒来吼。所以6个月后，同一年1991年，我从桃园松山啊，倒入来啊嘞吼。你别个足顺序的吼，我是摕别人的护照啦吼，因为我无护照吼，啊，相片就是讲护照，啊，佮有技术就是讲你要找一个人含你头共款的，身高差不多的吼，年龄差不多的，啊，护照佮要照你的吼，哎，我无简单嘞吼，啊，结果礼拜我就礼拜啊，啊，礼拜了后呢？我就故意用记者招待会讲，我回来了，啊，你要甲安怎呢？哈，结果呢，甲起诉，用国安法起诉，讲你是偷渡入境、非法入境安尼起诉。哎，啊，这违法入境的拢误判5个月、6个月，一颗罚金，无代志。啊，我呢判一年。哦，要甲报念出来完嘞吼，我至少按伊办袂到嘞吼，甲办一个偷渡嘞，啊判一年，我判一年可能判假吧，结果真正来关嘞，我一年伫台湾关3个监狱啦，吼、哦，你也去甲关伫土城啦吼、哦，啊土城嘞我要求伊吼、哦，一个人我一间房间嘞，结果甲所以高雄燕巢，吼、哦，哇，这人一间房间真大间吼。哦伊普通关在10几个人，即马关我一个吼，啊，食饭饱会当去房间内底散步安尼吼，真好。啊，你啊，我听讲，刑期若剩一年内底吼，再申请去外役监啦吼。台湾有3间外役监，啥物叫外役监？就是监狱无围墙，啊，暗时无甲你锁门的吼，也就是外役监啦吼。我安尼嘛袂歹咧吼。反正互你关啊嘞吼，外衣真好啊，咧蒙穿嘞吼，结果有准吼，佮我送去台南山上乡一个外衣间，啊外衣间安怎呢？偌好呢？有周休二日，吼、哦，啊你只要犯人呢，周休拜到礼拜会使放出去吼、哦，啊去留留嘞吼，啊拜佮佮转来报道安尼吼，啊恁家的人呢？会使入来监狱内底过暝安尼吼，哇，袂歹安尼吼。所以突破后面段，我哪有好处啦吼？啊，结果呢，这个监狱长吼，哎，对我袂歹吼。普通我以前只犯人呢，爱做工呢，分组一组一组吼、哦，你管理环境、扫涂骹，你创啥物种菜、饲猪个、饲鸭，规大堆吼。啊，这个讲也对啊，讲你唔免，你拢唔免，你去画图就好啊，哈。啊，所以我伊啊，差不多6个月吼，我拢画图就对了，哈。啊，画到到尾放出来，哈，开一个画展，哈，开一个画展。唔知咧，唔知伊是有顶关的诶交代，还是安那，我唔知啊。哦，啊，1991年吼，即个独代会案件吼，啊，到1996年啊，即个李登辉民选总统吼，啊，2000年啊变啊，哇，选调啊，真欢喜啊，啊，我嘛真欢喜咧吼，
我嘛是去到总统府头前化伊个典礼安尼参加啊，真欢喜哦。啊，结果伊这正面运动未通，要经过双股来建功，啊，证明未通吼。啊，唔然未通呢，家己方拍来乌罗，即马佫关伫乌罗内底吼。啊，所以讲呢，靠这个中华民国的选举啊，啊，无可能来建国吼。啊，即马讲到咱林志升的这个案件，咱拄拄有讲啊吼。这个案件呢，啊，林博士坐伫后边吼，伊来讲上清楚。这个主要是伊根据旧金山合约吼，啊，拄啊有讲过吼，啊，因为根据旧金山合约，伊就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啊，占领全国顶端的台湾人应该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这个论述啦，吼，Richard Hatzo甲林志升等啊，这个主张呢，经过美国法院的这个论证，啊，证明讲正确的吼，所以真无简单吼。但这个1945年甲2006年，即从事台湾运动即人吼，啊，无法度提出即款的论述吼，啊，所以伊即论述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要紧啦吼。将来民政府落来吼，啊，这两个人拢是国父哦，大家记好势吼，哎。啊，所以。经过三年了呢，啊，做出一个判决哈，啊，都多有讲哈，啊，才无去重复哈，啊，所以讲啊，即马来讲，台湾也好，中华民国也好哈，拢唔是一个国家哈，啊，咱来清楚，啊，即马就是讲民政府的时代哈，啊，大家啊努力打拼，啊，这个清源的这个人数啊。啊，大家等于爱认真吼，啊，斗嘴人安尼吼，啊，我留头三分钟吼，看啥物有问题要分享的无吼，啊，了就来结束安尼吼。是啊，但是这个物件要安怎讲吼？这个 timing 的问题，我若即马才转来吼，我即马嘛好惊人咧。因为我伫移民去温哥华的时阵吼，因为我本身是建筑的吼，啊，所以我伫遐开始做建商吼，起这个厝，所以起厝起豪宅啦吼，啊，起豪宅来卖，啊，伊当时因为赶要转来吼。一心为着想爱台湾吼，啊，拼倒转来，将遐厝我伫遐起十几间的豪宅哦，拢销售袂掉吼。啊，转来了才知道，哇，厝直直起，直直起安尼吼。我若即马才转来，即马我起的厝唔廿十间啦吼。哈哈，对了对，哎，是有影有影，是啊是啊，啊，所以这时间点啦吼。哎，真歹讲啦，吼、哦！阿哥有啥问题无？问题没有啦，就是说你讲话吗？哦，主讲要食饭啊嘞，吼、哦！哈哈哈！哈哈！我咧，哦，是是，迄阵消息拢封锁啦，啊，台湾拢一堆堆啊，吼、哦，小讲暴徒，台湾的两个暴徒安尼吼，哎、哦、哎。哈哈，哦，我两个清华拢足准的吼、哦，我是这个海流啊，哦，迄、那个伫台湾吼、哦、做兵做海流啊吼，阮们娘是宪兵吼、哦，啊宪兵拢专门咧训练地勤吼、哦，所以清华拢真准吼、哦，因为叫警察弄一个，手下个警察弄一个吼。哦枪支拍出去，离将军的头壳吼，差不多二十公分尔吼，拍无着吼，啊，变作安尼，唔是阮枪法歹吼，是这个用弄着安尼，是照介绍。
是是是，美国是用迄个杀人未遂个案起诉，啊，所以我伫美国要判五年哈，啊，歹爱关啊，五年爱关，但美国是关三分之一哈，都会使加息啦哈，所以我伫美国去关一年十个月，啊，都加息啊哈，啊，加息了呢，我迄阵是美国的这个绿卡哈 ，green 卡哈。啊，古林卡伊要甲赶出去吼，落来有一个听证会、听证会决定讲，我会使留在美国，还是要甲驱逐出去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律师建议讲，卖啦，你著主动离境吼，都无一个记录安尼吼。所以我同阿讲，我要主动离境，我唔免听证会吼。啊，主动离境了，就甲送等于瑞典。啊，瑞典政府真好啦吼。这个国家真文明、真进步哈、啊，所以我去到瑞典第三个月就摕到政治庇护啊，哈、啊，啊，被印度转来美国的时阵哈、啊，瑞典政府讲有两个条件，这个人哈、啊、在美国关了，袂使送转去台湾哈、啊，送转台湾稳死的哈，袂使送转去台湾。啊，第二在美国关了啊，欢迎转来瑞典安尼哈。啊啊、所以我在美国关了，就回一个水电、啊、但水电又开始、啊、一个新的生活、啊、我们知道水电跟台湾完全倒并、啊、我们这是热到要死、啊、那是寒到要死、啊、那差不多都住在头冰箱里面、啊、那天气就是那么冷、啊、但是冷是冷、啊啊、在那住了这个国家真进步的一个国家、啊啊、今天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两分钟啊，大家目睹可能鼓嘞啊哈，想要吃饭啊哈，啊，咱今仔哈啊，伫这所在来结束哈，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请起立，今日，请坐，楼卡。